大家好，今天呢给你们介绍这本书，这么小的一本书呢，其实呢就是里面那个，就是这七本哈利波特都是放在这里面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总结。这是呢伏地魔，他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，然后呢。过了10年，他长大了。然后这是那个霍格沃兹寄过来的信，然后呢，这就是他们那个卖魔杖啊，然后还有这个是那个银行，然后这是他们去9/4这个站台，这个呢站台我感觉，很奇怪，或者说很精彩又奇怪。就是呢，你看看9/4，就是9跟10，因为在一般的就是只有9和10，所以呢，这个感觉就是挺棒。然后呢，这就是在霍格沃兹那个党布利多，然后这是那个分院，然后这是他们三个人的一个照片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呢，这个整个故事的。这个差不多总结，但是他们的顺序是不大对的，就是一大堆，这些知识之类的。然后呢，这是第5集的他们那个乌姆里奇不让他们用魔法，因为呢，因为他们是这样想的，因为如果让用魔法呢，这样挡不都就可以搞一个那个，部队，然后呢，然后把整个魔法部给夺过去，然后呢，然后挡不多，然后自己当那个部长，什么魔法部的部长，但是呢，其实呢，挡不多其实不想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自己学魔法，然后呢。因为当时是那个，因为他们说伏地魔来了，结果他们不听，所以呢第6集呢他们才听，不是第5集最后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伏地魔，所以呢后面这个是第7集他们逃离伏地魔，所以呢这是那个 order，然后呢。这是伏地魔，然后呢，这是一些动物，也不能说是动物，因为有一些就是这个 Dobby 那个是叫什么来着的在家里工作帮人，所以呢这些呢就是呢。伏地魔最后战斗，然后呢，伏地魔消失了，因为呢，在每个故事里，好人都是您。不过呢，今天就是些，所以呢，你呢看了这个呢，你就可以基本知道这个故事是啥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是些，谢谢大家。